就站在街口，这边控制不了我心的节奏，耶，连巧遇都想不出借口，哦，身体却自作。UCLA 作为2019年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学院奖亚洲单元的形象大使，感受是如何？我们这次呢，其实能够以一个形象大使的身份，然后参加今天的活动，其实非常是荣幸的。对，然后呢，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然后把我们威神威的音乐，把我们的华语音乐唱到全世界，给各个的粉丝听。对，是谁的？是谁的？对，然后也期待以后可以在澳大利亚和大家见面。好，就是作为那个澳大利亚电影电视学院奖亚洲单元的形象大使，然后威神威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首先这次能以一个形象大使的身份参加今天的活动，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的荣幸的，对。然后我们呢也会把我们威神威的音乐，唱给努力唱给世界的人民听，对，把我们的华语音乐唱给世界的粉丝们听。然后也期待以后可以在澳大利亚和大家见面，谢谢。准备第二个问题，就是今天通过舞台想给大家或者是观众们展现怎样的魅力呢？今天的舞台其实我们要展示的是我们这张 Take Off 专辑里面的无以而非，我们的主打歌这首歌曲。然后呢，这首歌它是一首非常有中毒性的 urban 舞曲的歌曲。然后我们也会努力把我们的舞台展现给大家，谢谢。第三个是平时在舞台方面成员们是如何精心准备的呢？连一下吧。其实我们都是那样准备。其实没有，就是我们都是非常努力，就是我们很珍惜每一个舞台，因为每一个舞台对我们来说就是可以展现我们真正的未必的一个实力的舞台，对，其实是一个展现一个这样的平台嘛，所以呢我们都是非常之去努力去珍惜这样的机会的，对对对对。好，非常好。那就是威神威想成为大众心目中怎么样的歌手呢？我希望我们威神威就是可以给大家就是一个平时就是可以正能量，就是 happy energy 啊这样的活力，对。然后但是呢，站在舞台的时候，就是希望可以粉丝们或者是观众们就是感受到这个音乐，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感觉，对对。希望大家能听到威神威呢，就可以嘴角上扬，对对，能感受到那种对阳光向上的感觉，对。然后的话，那最近你们公开了迷你专辑《Take Off》中收录了《爱不释手》，这个视频给粉丝带来了很大的惊喜，又想给粉丝表达些什么？因为它跟我们的主打歌曲《Take Off》的那个专辑的风格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因为《Take Off》是比较帅气，然后能展现我们每个人的魅力。然后可能爱不释手是更加是能展现我们私底下就是活泼开朗的样子给大家看，对，可能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对对，也算是当作是一个礼物送给粉丝们吧，对对对对。对于威神的整个未来来说，就是大家就是怎么说有怎么样的期许呢？那我们的期许对我们的期待呢，其实还是就是想把我们每个人七个人不同的特色，每个人不一样的颜色展现给所有的粉丝们，还有就是刚才说的想把我们威神威的华语音乐然后唱给世界的粉丝们听， 对想在更多更大的舞台上面展现我们自己，对。那最后威神威给大家或者给粉丝几句祝福的话。祝福的话，你有想说吗？这边讲过，可以啊，有没有想说的说吗？我想说的是，其实我每天都想见到你，见到你们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开心，得到很多能量，所以 perfect。OK。然后，其实我们私底下也非常努力的准备了很多东西要给大家看，所以请大家再稍等一下，会马上公布给大家。对。然后我们也是每一次努力都是为了跟大家见面，然后我们也非常珍惜跟大家见面。然后最近也马上要考试了，希望大家都能。门门都可以过，然后天开心的。对，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然后准备更多更完美更精彩的舞台给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期待，谢谢。对，谢谢粉丝们就是一直支持我们，我们不会辜负你们的期待的，爱你们耶。耶耶，我也爱你们。加油。身体健康，万事如意。OK，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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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